星斗小市民都有一个同样的想法，就是英雄一定要好打又有型。玩完这只 game 应该是说你见过我玩完这只 game 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十分之错误的想法。我一向都不是很叻玩格斗，但是起码对着一般难度的 AI 都不会是太差。但是这一只，Injustice 2是一隻以 DC 漫画人物主打的格斗 game， 它有很多 DC 人物出场，如果你是忠实的 DC fans， 你对这些人物都一定会很熟悉的。它里面有 Batman、Superman、Wonder Woman、罗宾汉、Good Iron Man、Jessica Jones、没着裤的 cosplayer， 和放了 Baby Killer 在头顶的超人。这只游戏是由 NetherRealm Studio， 即是做 Mortal Kombat 那班人开发的，用的都是 Mortal Kombat 用的那个 engine。 它的出招都是靠方向加个掣地出，例如后前加轻攻击，下前加中攻击之类。而连招就是靠几个不同掣的组合，又或者是有时要加埋方向。由于小弟基本上是手残加脑残的，玩落就搞到好像很鬼不知所措，有时会不记得应该按什么掣，有时会是这样戳，但又戳不到招出来，搞到个人踎下踎下，真的很鬼有喜剧效果的。这 game 咁多个人，虽然好多招都系差唔多咁样出发，但系又唔系话全部系共通喎。佢又唔系好似铁拳咁左拳右拳左脚右脚咁，等你用招嘅时候咧容易啲记。啲 combo 咧又唔系话揿完之后咧等你中咗之后咧再去揿下一个掣咁样，而系要你一次过咁走去揿晒成周嘢。所以对我嚟讲咧呢个真系好鬼难习惯。但我可以肯定嘅呢样嘢绝对唔系游戏嘅错，而系我根本唔识得玩。因为我睇人哋讲嘅所谓入门级嘅 combo 系要咁出发㗎啦，听住。正方三角交叉，三角上加交叉，后加正方三角正方，下前正方再加 R2， 咁喺两秒之内唔该同我揿晒呢堆嘢。好简单咋嘛，系咪练下咪得囉。结果玩咗咁耐咧，连打普通难度嘅 AI 咧，我都俾人打到一扑一碌。但系咁一来咧，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屎；二来咧，只 game 本身做出嚟呢个系统咧，基本上就系咁玩法，所以我唔觉得系有咩问题。相反我觉得呢只 game 有好多真系做得好正嘅地方。首先，我觉得佢只 game 真系电影感十足。我几中意睇佢咧，每一个人物出 super 时候嗰条咁嘅 cut scene。虽然睇得两次咧，你开始会觉得厌啦，但系咧佢又唔系话太长，咁所以都算 OK 啦。咁佢每一个人物咧都有一个特别嘅 super cut scene咁样，你就系睇每一个人物，等佢可以出到个 super， 咁你呢度有排睇啊！
每一场开始的时候呢，视乎你用同对手是用紧啲咩人呢，佢真係会有两个角色之间嗰啲咁样嘅专用对白㗎。咁而且唔止係一句喎，玩两三次呢你会睇到有啲都系唔同咁样嘅对白。有时打得下呢佢又会走去一锤嚼落佢条友度，跟住打到佢一扑一碌咁样转过去换个场景啊。又或者系两条友撞埋一齐对视，然后会互相讲一句对白咁啊。佢场景入面呢又会有啲 object 可以你行到埋去嘅时候呢按个掣，跟住佢又会抽起件嘢走去掟鬼人哋啊咁样。咁所以真係呢同佢一般嘅格斗 game 呢系好唔同啊。Kara Zor-El, the lost girl. Except now I've been found. By the wrong people. Begin. 讲下佢个故事模式先。啲 cut 先睇落咧，真系好似咧睇紧一套超级英雄片咁样。剧情虽然都系流流地，但系咁都已经好过嗰套咁嘅死人 Batman 对 Superman 同埋嗰套咁嘅 Suicide Squad 嗰套咁嘅电影噶啦。加上咧有 DC 宇宙入边咁多嘅人物。每个人物咧喺故事入边都有啲戏份，成个故事模式如果你要打爆佢嘅话，都要用上六七个钟嘅时间。而喺某一啲章节入边咧，你又可以拣入两个唔同嘅人物，拣咗唔同嘅人咧，打前同埋打后嗰个 cutscene 都会有啲唔同啊咁。所以单系故事模式咧，都已经好咁玩。Doc, what are they gonna do with us? Where are we going? I ain't going nowhere till you tell me what's happening.Get back in line! Now!另一样好玩之处咧，就系只 game 入边咧，所有人物咧都可以换装备。啲装备咧系靠你玩唔同嘅游戏模式得到嗰啲咁样嘅嗰啲咁嘅箱嗰啲 loot box 咁样去抽奖抽翻嚟。而啲装备咧有唔同嘅数值，又有装备嘅限制。最紧要咧系连个样咧都会系每件装备咧会有啲唔同咁样。对于我呢啲单系睇外表但完全冇实力嘅人嚟讲咧，这个对我咧就好重要啦。虽然你系可以俾真钱去买呢啲 loot box。但是它的系统都算做是很公平，不会夹硬要你再科水。你差不多玩什么模式呢，就算是单人和电脑打都会赚到一些 credit 可以给你拿来买这些 loot box 的。如果你呢升 level 升到有些 epic 级的装备已经太低 level 了，你可以用它一些叫做 regen 这样的 token 去更新这件装备。更新了那件东西呢，它会去回你现在现有的 level， 但是数值就未必一定会适合你。但系咧，你就可以拣话哦，既然系咁，我唔要新嗰件啦，我都系 keep 翻旧嗰件啦咁。咁如果你嫌嗰件 epic 咧，你抽咗翻嚟咧个样好鬼衰，你又可以俾一啲 crystal 咧去将佢变做另一件装备咁嘅样嘅。呢啲唔同嘅货币咧，都系可以用真钱去买，又或者系靠你咧平时咁样玩去打翻嚟咯。接下来再讲下我觉得佢做得最正嘅呢个咁嘅 multiverse 模式啦。喺呢个模式入面呢，佢会定时咁更新换唔同嘅任务。每一个呢啲咁样嘅星球入面呢，有几个咁嘅唔同嘅目标啦。而每一个目标你又可能要打几场咁。由于啲任务呢係有随机嘅成分啦，佢又会加入一啲 bonus 嘅条件，例如要你喺唔出轻攻击情况之下打赢人啦。又话佢又会不时咁样加入一啲系统上面嘅嘢，例如啲几场咧，你打嘅时候咧，个画面会系咁，不时会变暗啊，咁样，又或者有啲陷阱会喺个地下度突然间弹出嚟啊，有啲炸弹喺个天度掉落嚟啊，又或者系超级 Turbo Mode 咁样，好鬼快咁样，咁所以玩每一次咧，你都会有啲新意，咁都算就系几得意啊。由于啲任务咧系定时咁更新啊，所以咧佢就可以做一啲同时间性有关嘅任务出嚟啦。譬如话最近电影上紧 Wonder Woman 啦，咁佢咧就做一扎任务出嚟咧，就系俾你去打一啲Wonder Woman 喺电影入边着紧嗰啲衫咁样嘅装备咁样咯。
完每一个呢啲咁嘅任务咧，佢又当然会按你嘅表现咧，走去奖励翻一啲 loot box 或者系钱俾你。如果唔系因为我咁渣咧，我谂净系玩呢一 part 咧，我都觉得劲开心。咁我咁屎啊，当然就冇走去 online 同人打啦。但系我就有试过佢嗰个工会系统。当你加入咗一个工会之后咧，你同埋你班会员咧就有一个专属嘅工会专属嘅 multiverse 咁样，同埋工会嗰啲咁样嘅每日任务咁样。啲任务咧系靠工会啲人咧平时玩唔同嘅模式咁样一齐去达成噶。例如成个工会入面嘅人赢够300场 online， 又或者系赚够50,000个 credit 咁。咁呢啲 multiverse 咧，佢个 multiverse 咧就系有一大堆 mission 之余咧，仲有一隻超级 boss 系要成班人一齐走去打去扣佢 HP， 直到打赢为止咁样噶。Harley Quinn， begin。当你达成了任务又会有些工会的 loot box 去奖返给你咁样啦。咁呢个工会系统就真系几帮到下我呢啲咁样又食又叻嘅废人，因为我讲打又唔够人打啦吓，讲贡献又唔会够人贡得多啦，所以呢啲咁啊成个工会一齐分嘅奖又有我份分，咁咪几好咯。总结嚟讲咧，我真系觉得只 game 咧做得好有诚意，好有深度。我唔系太欣赏佢拆开嗰啲人嚟卖，即系嗰啲人物嚟卖 DLC 咁。如果你真系想玩齐晒佢之后会出嗰啲咁样嘅 DLC 咧，你就要一次过俾成八嚿水出嚟。但系如果净系睇普通版400多蚊咧，已经有咁多人玩，有咁多嘢玩咧，其实都已经算作系比而家般游戏好好多。如果你对 DC 人物有兴趣，又或者唔怕玩一只有点难度嘅格斗 game， 我觉得呢只系绝对值得考虑啦。想睇更多新作、旧作、大作、细作、臭作、遗作，请大家 subscribe。支持我哋做更多免费内容，俾翻个 like 嚟。正所谓今朝有 like 今朝醉，听朝瞓醒你都唔记得俾个 like 我啦，所以又何妨呢？系咪？嚟啊！